姜蒜。哎呀，给它不愣不愣，你知道吧？给它这么炒吧，炒吧。哎，毛哥，八爪鱼，迷你，这个虾漂亮吧？这虾可大了，成王。哎，还有一个石斑，多宝什么石斑？多宝鱼。好，哇呀呀呀呀呀呀！这家伙，你别蹦，你知道吧？你真的别蹦！我靠，一会儿就好了。你就是现在稍微的疼一点，你就坚持一分钟，让你坚持一分钟，你能不能坚持得了？给个双击，屏幕点几下，知道吧？给一个。哎，可以呀！我靠！这一小锅，你说要是这小锅要是配点酒，会不会很好？有稍微有点点烫，大米，我把它给泡点，泡点汤。你看，我放在上面你就可以看得到，不然你真的看不到。看到吧？没有了吧？没有了。看，这大米真的是，靠，掉地上我要捡来吃。没吃完，把它吃完，不然浪费了。没事，太烫了，太烫的话，他们说这食道不好。配点酒。你要喜欢吃到你就割个双击行不行？这一个差不多一斤，差不多，给个双击哈。毛哥，哎呀，这个毛哥，看吧，这个，哎，我就吃上面这点，上面这个我不吃。虾，来个小迷你，哎，大米，哇，撒的到处都是，你看，看到没有？那大米就是像这样，一粒一粒的，哎。这种是迷你的八爪鱼，这种小不点儿，还有牙，牙在这个地方。我教你弄海鲜，你给我个双击可以吧？红心就是海螺，小，这个海螺小，对。哇塞，
这海螺你看它小，这后面黑的，是吧？嗯，你别看它海螺它后面都小，你知道吧？它是黄，它又不是其他的东西，这里面这鼓囊包给它去掉。哎哎哎，啊，这一整个，嗯，是这个舒服劲儿。你要喜欢吃的话，是吧？称王，摘到下面，给个双击哈，给一个。鲍鱼，哎呀，鲍鱼天冷，哎呀，这一块就是不吃的，你知道吧？把这块给它抠出来，你就会发现它这个鲍鱼这个里面，看到没有？它都带着一排一排这个眼儿洞，就是排的，就是往外排的。然后剩下这个东西，这里面这都这一大块肉都是吃的，它蛋白质很高，你知道吧？生蚝啊什么的，它蛋白质都非常高。这是蛏王，蛏王它下面这一块容易有沙，然后哎，只要摘掉，嗯。摘掉，把它待会儿带回家，然后给它洗一洗。嗯，我把这个带回家洗，这就是蛏王。我教你们弄，你给我双击。来人，多宝！哎呀，多宝鱼，嘿，嘿，多宝鱼是最好，你知道吧？嗯，有点糊，我吃出一点糊味出来，这个就是那个多宝鱼，你知道吧？哎呀，待会儿别拨弄碎了。嗯，多宝鱼它没有碎刺，你看到没有？就像这样，我把这个肉剥出来给你看，看吧，哇 ！Hello， 来啦，赶海啦！发现一个螺啊，赶就完了，海螺一枚带走。这是啥呀？这是什么呀？全是草！哎，今天水比较浑啊。今天这个水比较浑，因为风比较大。今天，好嘞，今天过来接的很深，看有没有？看不看啊？发现个大家伙！哎呦，大家伙！这个刺怎么样？看没看到？这有一个大刺。哎呀，小刺儿！带走。哎呦，这深绝了！我发现啊，撩身上全是刺儿。贝贝的带走，看见了吗？这大家伙，哎呦我的天哪，你还跟着怕的？这大家伙给不给力？哇，盘他，看看野生海参的触角啊，看看触角，看看这触角特别多，因为它这个水域啊，它底下的水形比较复杂，所以说它这个触角比较多。看看大海，发现个小海星。啊，这长的这个地方吧，还不太好扣的。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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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，不太好扣呀！怎么长的？不扣了，不行，不能扣。划手，发现个螺，带走。哎呀，发现个大家伙，嘿嘿，看不看啊？哎呀，赶海嘛，相当锻炼眼神。哎呦，吃不动了吧？带走啊，小桃，带走。